蛊惑智男假伙机拍短裙女断正，被告周伟雄仲好贪靓噶，出庭戴耳环，咦，好好身手同脚骨力添，唔想俾人点上，好心就唔好做衰嘢啦。呢、這个餐厅经理上年九月喺港铁月台，以为用火机型针孔摄录机偷拍就掂晒，影完仲唔闪，企定定。将个偷拍打火机放入裤袋，既然你博拉，一直觉得你可以，急到你实家 Sir 梗做嘢啦。人片并获，抵死啦！你话一时好奇玩偷拍又有咩用啫？阿 Sir 揾到成17条偷拍片啊！被告寻日承认喺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，裁判官准佢以1000蚊保释，17号判刑。